步之步，如影随形。人讲丫头三尺有神明，世间必先好为先。天下间，父母疼子的心情，亲像菩萨的悲心，永远挂念着六道轮回的众生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希望众生早日超脱生死，永断轮回，逍遥自在。好行即佛行，好道是每一个人自性真情的流露，孝顺是做人的根本，五育相亲，栽言子孙，不忘世间上人人自孝顺行，享受天伦，及及春。